头，写什么呢？啊？写人生的是吧？不写小本啊？啊，不干了。啊？你不是写情书呢吗？你不懂。真写情书呢？你是不是给那小花阿姨写情书呢？啊？我讨厌。我讨厌，我讨厌，我讨厌。我怎么不懂？我跟你讲，我特别会写情书，我自有经验。你不懂？什么我不懂啊？啊？小花同志你好，嘿，毛主，怎么还有毛主席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来。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。我爱你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对人民极端热忱的革命干劲儿，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的革命乐观主义。老头，你这是谈恋爱呢还是跟人谈革命呢？啊，还给我。来来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哎呀，你这写的这情书，我说你不懂了。行行，我不懂，不懂，那你接着写吧，我看你怎么写。赶紧别玩了啊！你进来洗洗手。为了奖励你最近的表现啊，我炖了一大锅羊排，一会儿咱爷俩海搓一顿啊！来啊，赶紧进来洗手。喂，谁？哎嘿嘿，哥们儿，哎贼，怎么样？你在上海呢是吧？挺好的啊。啊，没问题，这边挺好，老头非常好。哎，而且最近我跟你讲，表现特别好。我现在给他介绍一对象。哎，行，没事没事，我这锅炖着羊肉呢。哎。好好好好，行啊，不用带什么东西啊，你有空，你最近回来是吗？啊，不一定，什么都别带。哎，上什么大白兔奶糖，现在北京的到处都能买着，不用。行吧行吧，啊，就这样啊，好好。呵，羊肉我真够算的。老头，老头。你怎么来了呀？什么呀？你来。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怕脏。啊。来来来，
你猜。猜不出来这什么呀？哇，羊肉啊！你尝尝鲜，它可香了。哎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王老师，王老师。小橘子炖的，香极了，香极了。你们这体力活得补补。你怎么连锅都带来了呀？羊肉得趁热吃。来来来，你们也来啊，一起来。坐坐坐坐坐，快放下。哪儿小天鹅？这一群大灰狼啊！这是。我不反对你跟革命同志谈恋爱啊，我也不反对你跟革命同志同吃一锅肉，但你是不是吃这锅肉的时候你也考虑考虑我呀？我一块都没吃着，我辛辛苦苦炖了一下午的肉啊，结果你端着锅就跑了，我满大街找你，满大街找这锅肉，我不好，我不是心疼这锅肉，是吧？但是你拿家里东西，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，先打个招呼？小时偷针，大时偷金，你现在偷的是一锅肉，将来你就偷人一只牛。你这个毛病，我跟你讲，之前你在那个小安老师他们那儿的时候，你就有这问题。你拿人家吴大爷的手表，对不对？你我这锅肉，我要不管你是不是全院东西全给搬走啊？好，老头，你现在你喜欢那个小花阿姨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也真心的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好啊，越来越清楚。我也觉得你要是真能找着一个啊老伴儿，是吧？能够照顾你，能帮我分担一下，我也有时间去多赚点钱，我也可以谈恋爱去。但是你不能家里东西你随便就往外搬呀！你这个毛病现在不克制不改，你将来就又要惹祸了。你听见我说了吗？啊？啊，行，你知道错了就好。啊，你保证以后不会随便拿家里东西了，你保证吗？啊，保证啊！你向谁保证？毛主席保证。你向我保证，你向毛主席保证干嘛呀？毛主席保证。行，你向毛主席保证，向毛主席保证吧。再者说啊，啊，老头，你现在谈恋爱，你给人端一锅肉，你以为是你那会儿啊，一锅肉就能解决问题啊？啊，你给人端了锅肉，人家跟你过一辈子。现在女孩看中的根本不是一锅肉，她要的，她根本就不吃肉，都减肥呢。她要的什么？要的是钱，要的是名，要的是利，要的是……行，不说这个。行，你保证啊，以后不拿家里东西就行了。你行，还给我剩点羊汤啊！你好好反省反省吧，我下羊肉面。走吗？找什么呢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想花点钱。你花？啊啊啊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该花钱的时候了。对对对。你要多少钱啊？那你进来，小张毛主席，小张来，再给你一大张的，不要大张毛主席，再给你一个，够了，啊行了啊，嘿，你跟我小时一个德行，我可比你大方啊。
会儿。哎呦，王大妈，哎，您跟我们家厨房干嘛呢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啊？不了锅猪蹄儿没了。什么没了？猪蹄儿。猪，您的猪蹄儿没了？哎，没事。现在跟那小花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，你也不跟我汇报一下？保密。你现在什么都跟我保密啊？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小花阿姨？啊，行，你要是真喜欢那小花阿姨啊，到时候明天或者后天啊，就请上来咱们家吃顿饭，我亲自做。就算是组织上安排，给你们俩正式确定关系，好吧？行不行？坚决完成任务。行，你现在是真是表现好。哎呀，别说你姥姥姥姥真是成小孩了。这要是能找个人照顾你、陪着你，是吧？我就能解放了。到时候晚上我也出去潇洒潇洒，白天创业多挣钱，晚上我出去谈恋爱。嘿嘿，抬脚，好，啊，这脚，来踩，好，王金平，准备睡觉啊。我们碰杯，碰杯，碰杯。小花阿姨，您别客气啊，你尝尝我手艺。谢谢。这鸡是买的，别的都是我做的啊。行，好嘞，碰杯。哎，看见那老头家来一个女的吗？长得挺漂亮的。就是，应该可能老头对象吧。是吗？啊，你说那老头傻不拉几的，挺艳福的呢。是啊。嗯。哎，王妈妈，别走，来，二爷，哎，您回屋吧。哎，您这边，那个，这个就之前不是我们家老头胡萝卜多端走您家一锅猪蹄吗？啊，就是主要锅都长得一样，他就我也不知道是，因为他给我炖的，我就给吃了。这我又炖了一锅还给你。没事，您那么客气，谁吃不是吃啊？那这不能随便吃人家猪蹄啊！啊，好吧，啊，您的猪就还是您的猪啊。行，那这么着啊，我问您事儿啊，您说，你们家来那女的谁呀？那么漂亮，干嘛的呀？哪个女的啊？就来你们家那个哦，那个，哦，他是那个什么，我爸原来铁路段的那个立说员，你来看看我爸。这是老头对象吧？啊，这做那么多菜，那么隆重，是不是要商量结婚的事儿啊？哎呦，你想哪儿去？我就是原来他老同事来看看我爸来。啊，这事儿你怎么想的呀？啊，什么我怎么想的？就这事儿啊，他来看看我爸，我挺高兴的。行啊，在家怎么吃饭，在这里就怎么吃饭。你选我就是这样。啊，好，你瘦，我再给你们炒一青菜啊。肯定是老头对象，这我这眼多毒啊，还骗我呀？能骗得了我吗？要不对象上家来干嘛呀？做那么多菜。嗯，炒得很香。
我有事儿，先听我说啊。那厕所马桶都堵了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道找人通一通。跟物业打电话了吗？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吃不着。再修不好，你自己通啊。这都是小事儿啊。对了，那个厨房的米也没有了，下午去超市买点儿。王小芳，吃糖。我想说。我有点小事儿，但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事儿，就是这么多年，他有一个人，他在我心里边，他就雇佣，他就一直让我无法自拔，我到今天我是实在是。我憋不住了，我一定得说出来。头疼。这个人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这，你这是，你听我，不是你这包裹拿来拿去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，这怎么又给拿过去了？行，我重说吧。王小凤，吃它。这是就这么一个人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就在我身体里来回来去的，我就痛并快乐着。这个人太美了，她就是我的女神。我今天要跟这个女神，我胃疼。你怎么又胃疼了？你待会儿再疼，你听我说完了。我其实，我就想跟你说，我就说句真心话。哎，你这会儿没事了是吧？你坐这儿替我盯会儿，我上楼先歇着去啊。你怎么老疼了？我还敢说什么呀？哎，哥哥，再给哥们儿支个招。我早跟你过完招了。